坚果藕粉怎么泡？一、凉水化开藕粉，取3到5勺藕粉放在容器中，先倒入凉开水没过藕粉，搅拌均匀，直至藕完全化开，没有颗粒状，这样可以避免结块。二、加入95度以上的开水，一边加一边搅拌，最好是刚煮开的水。三、快速搅拌，加开水后要往同一个方向搅动，搅拌直至藕粉变成淡粉色透明的胶状，一般成型就可以停止加水了。要注意的是，两道水的顺序不能颠倒，第一次是冷水，第二次是滚烫的沸水。藕粉盛产于江浙一带，早在清咸丰年间就被钦定为御膳贡品了，比较出名的有扬州藕粉和杭州藕粉。杭州藕粉自古以西湖出产最为出名，冲好的藕粉质地细腻，白里透红，是馈赠亲友的佳品。